躺在床上，直播月光怎么炽烈过太阳，陪着我的忽上忽闪陈小凡，一碗转曾说过的，说过了就变成你的我的，不知名的平淡音乐刺穿耳膜。我想要飞到天上去。他其实比较有一点不稳，因为我觉得他是不是可能有一点紧张，我觉得他没有把他真正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陪着你，哦陪着你，哦陪着你。没了，我出来了。我不再是你印象中的小孩，不能独当一面，也没有现在。我生于穿山涉地江海，身体流着滚烫血脉，走着我的路，冷眼看你不必理睬。上一首歌他就很颠覆我，然后这一次一样写得很好，完全不生涩。这个小孩真的是厉害了，写得那么难，就感觉高音很多很难唱的一首歌。我更多冒险，歌凭窥见你可笑嘴脸，一转脸哒哒哒哒哒，哎，我忘词了。一转脸才发现你我不是同一水平线。没了。世界怎么这么安静，感觉被所有人抛弃，生活这么拼命努力，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万个你，逃离那些让你错乱不安的情绪。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面对其实《公园》这首歌还挺打动的，不是为了追求形式而写的，能感受到他想表达的他的心理状态，确实是真挚的东西最打动人。我能体会到他想表达的东西还是跟他现在的年龄是有关的，就很赤诚的一种感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觉，我会想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没了。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关上了灯，我总是会想，我会遇到个什么样的姑娘，她的头发是短是长，星流星舟或星王，其实姓什么不勉强，当然也不能叫苏大强。没啥把握，实话也知道这一期我在下位区就很面临淘汰的危险。那第四首歌其实就写出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和我现在这个阶段的一些态度，写一首自己想唱想写的歌就好了，所有的结果留给观众评价。他一定像天使一样，会给楼下的小黄买狗粮，他一定会特别善良，会给拉拉的老人送衣裳，他一定要很坚强。再见那样，他的表演，他整个演唱的状态非常非常松弛，我会非常期待这首歌在舞台上的呈现。
他一没有了。我想你也曾有过在青春里攀山跋涉，有着远大的梦，也无情破灭过。我觉得你也像我，是个不愿服输的孩子。我觉得王岩他最明显的其实还不是歌，最明显的我好像觉得唱的越来越好，可能就是一场一场在棚里磨的。滚烫的青春，我其实也恨，在很多时分怎么这么无能。滚烫的青春，我没有天分，在许多时分